你是无相的，只有安住在闻性的，闻性是无处不在的，知道吧？上下左右、前后左右都在闻，全身，身心内外都是你闻性的范围。我就闻着闻着就跑到观呼吸上，继续，不要管它。你只要走过这个过程，前面很混乱了，开始都把握不住，微妙的那些怎么也把握不住，就觉得我这是不是在修行都不知道，哎，总有一天突然就哎知道了，会用这个法门了。有些法门你一开始不熟，你掌握不住那个度，你只要坦坦荡荡的放松，坚持，总有一天你会的，你放心，一下子就安住在练习功，别把这些放在这儿，闻十方嘛。然后用什么闻的不知道好吧，不能说用耳朵，耳朵没有了，这玩意儿跟圆通了没有了，用心，心不存在，知道吧？为什么闻的不知道，无所不知，随缘起用，知道吧？起用什么东西不知道，用了没，毕竟会跟没用一样，知道吧？我现在常常的有一个境界，就是随缘做事，然后一切如梦幻泡影。缘也如梦幻泡影。哦，是吗？这个慈悲，真是缘分，知道缘空。嗯，你惜缘一定要知道缘毕竟空，知道吗？否则你就会黏黏在缘里。但是在我们一开始是依止一些诸缘，这是个缘。你这个肉体对你就是个缘，是最离你最近的缘，四大，你说珍惜缘，这个是最大的缘。我发现我要一把慈悲心丢了，我就过不去了。我要把慈悲心一直不能丢。哦，虽然是个假的，我就觉得我已经在那儿了。对，继续，有些假象是值得一直的，是吧？我们总是一直种种假象回到真的里面去，佛法也是假的嘛。幻法是吧，毕竟空嘛，我说是戏弄嘛，毕竟空，总有一天你弃船要登岸的，佛法也要放下，引病于药嘛，因为你有病，所以佛法才应运而生，是吧？你好了还要什么药啊？还是突破欲界的特点特征，是什么？你知道你破了如果情欲破境的人会感觉自己很自在，突然就安住在自在的状态，就感觉到自己心不管在任何状态里边都既不是不动也不是动，但是很自在，就是那种只能我觉得自在二字表达是最好的形容，自在就是自在。那个没有什么能框住你，就是你不会觉得你被捆绑，但是那个时候你还要破时空啊，你只是在情牵欲海里边自在了。我之前一段时间有过这种感觉，但是丢了，就是因为你那个没有彻底不圆满嘛，你是真碰到的。你继续吧，还有少吃点。好。对呀，你有时候吃的太畅咚咚了，脂肪会堵住那个气脉都不畅通，所以有时候止语啊、辟谷还是需要的。但是呢，你目前辟谷还不到没必要，没必要。但是，吃到七分，静下吃到七分不会没营养的，如如不懂啊。还有人力的很多的知见，要从根深蒂固的人力的很多知见是从你的头脑都清理出去。那些东西有些障碍你的就是人力的知见，应该怎么样，不应该怎么样，不是说不对，在人道它是对的。但是现在你要成道，你要突破维度的时候，那些直接对你影响蛮大的。是什么？不是什么家庭老师教给你那些东西，只听释迦牟尼的，其他的放在一边。回到是人道，只是拿它用，因为人道的游戏规则。但是进入禅定里边，进入佛的修正里边，通通放在一边，没有什么，一切都是缘，毕竟空。所有的缘都是。父母、家人、孩子、亲人、朋友，都是所有的缘平等平等。你是空性的，安住在这，然后慢慢慢慢六根解脱，六根解结啊！佛说这叫解结，我们六根就是六个结啊。这六个结一直就像宅一样的，然后就是
就是六宅啊，欠你家宝啊，就是把你的摩尼出丢了、啊、这六个根因为打了结了，有局限性，所以让你感受不到自在，你本来就像摩尼珠一样的啊，就是圆觉啊，境界无所不知，小如来一样的无所不能，但现在活得感觉自己很渺小很无力啊，最主要是无力感，不知转不了外境，连自己也转不了，是吧，很无力，在每件事情上无力，所以佛说你这太冤枉了，活的你这是太冤枉，所以要解开这些疙瘩。他说一指一个疙瘩，一个疙瘩解了，其他的都解，因为六个疙瘩的中心结都在心这一块，就是六个疙瘩怎么拴住的，它中间有一个结都在心的分别这一块，把心的分别一停，六个疙瘩全解。但是你主要不能你坐在这说我从色相上解，是吧，因为我们不是执着于声音就是执着于色相嘛，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，很少有人其实一定要执着于这个吃什么，对人类来说你可以吃这个葡萄不吃，在这个吃上纠结不是很厉害，但是点菜的时候也挺厉害的，为什么他点的都是他爱吃的，是吧，有时候啊大家一起吃饭，是吧，这个时候啊你要想修行的话千万不要这样认为，他点他爱吃的怎么样，你就要修不分别嘛，但是不要吃毒，因为你还虽然你无分别，你吃了毒还会死。那我这个有时候会狠狠的吃垃圾食品，比如说豆干啊什么，不就没完没了的。嗯，就少吃点啊。老师，我那就心经常堵的时候，就会多吃，然后。就会通过吃，有时候我们就是在其他地方不做了，就在某一个地方，就会不停地吃，通过饮食啊，通过穿衣啊，通过或者什么来去满足自己的一些，这是一个平衡，知道吧？吃对你有时候也蛮重要的，但可以精挑细选的吃一点美食，适当的满足一下自己的小小的欲望也是可以的，因为毕竟在路上嘛。否则路上有时候很孤单很寂寞，有时候或者是很无聊嘛，很无趣嘛，然后呢你可以这样选择，比如这一盘水果放在这，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有趣一点，也可以自己找点事嘛，然后这一锅哪个葡萄是最好吃，然后你就听，哎，有一个葡萄一定会说我是最好吃的，你就把它吃了，然后你就发现哎，那个葡萄真的很甜，觉得你会真的发现那颗葡萄是最好吃的，是不是真的，你自己试试。哎，这样你就只吃一颗葡萄就把去一下子就满足了自己的欲望，知道吧，你就可以精挑细选一件事来做，不是吃完这一串啊，这个法这也是秘法、啊、这阿青得学会，他就一袋食品先摆在这儿，哪个是最好吃的，哪个是念咒一样，哪个是最好吃的，哪个是，然后如果他不说话啊，有时候你就摇一摇，哪个掉出来吃哪个。这个最好吃，谢谢，够了。开玩笑的啊，就是让你的生活自己变得有趣一点，是吧？就是就像您说，可能原先的时候需要吃十个葡萄，然后一个现在就 OK 了，就满足了。是，就是你对这个世界所求越来越少嘛。有时候就说在一些自己能力范围内满足自己一些小小的欲望，暂时说哎它不太影响你得定啊或者修正的话还是可以的，哎，就说你也不要自己说把自己控得太苦了，修的是吧，守中道，哎，是吧，那如果吃饭说是影响气脉，那佛也没说让弟子不吃饭啊，是吧，说总是说你化缘去吧，吃一餐也是可以的，那很多就说吃点什么穿点什么还是可以的嘛，它不太影响，但是我们刚开始对我们影响最多的是心的这种波动纠结，还有对自己的否定啊肯定啊，有渴望在别人心中留下价值感啊，这种还有对未来造的梦境啊，情感的梦啊，事业的梦，各种梦，其实这才是影响我们就是刚开始影响我们的，还有自己的平时养成的那种散乱的习惯啊，就是漫无目的的乱想啊，从来不知停下来的那种，这都是惯性。其实不是吃不吃葡萄的问题，哎，吃要吃个吃五个葡萄还是两个葡萄的问题，这些其实不重要。刚开始，但是随着你清净，有些东西真的重要了，你就开始越来越觉得，就是开始越来越对这个世界有些东西就好像要出去了，从这个世界，
哎，这个过程也是别人看着你渐行渐远，就是好像离人力渐行渐远。但是，一旦你走到某一个高度的时候，哎，又开始看见你越来越回来了。但这个回来的时候，你就在圆满。其实回来的时候就在圆满破分别了。但那个时候众生已经看不到你在修行上已经一般没有，他在抹去痕迹，就是说他在一般修无分别的时候，他在抹去所有的修行的痕迹，甚至别人就感觉不到你在修行，就没有修行的印记了。最后佛与众生连概念都没有，就是在你的头脑中连佛跟众生的概念都清理掉，没有佛也没有众生，就说也无我相也没生死相，你就进入涅槃境界，就完全的开始，这就是圆满的过程。但是师父需要出去再回来啊，每个人不一样，那不一定的，有的直接出去就圆满了，也不用再回来，有的人再回来一定要回来圆满，每个人因缘不同。但大部分人都对自己感觉自己的心情是，哎，因为止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出去了，嗯，出出去，然后再进入中道，说是觉得自己哎不应该，因为在这个路上有时候在头心拿起来，拿起的时候又觉得自己回来了，嗯。其实自己既没有指什么，也没拿什么，不过还在梦境里就这么晃动。你到底指了什么？你拿了什么？你能指什么呢？还是能拿什么？还是能放什么？见地上你是知道这是毕竟空的，没有什么，这你是梦里边，所以你无力，你指也无力，拿也无力，放也无力，没什么东西。是你自己纠结吗？执着吗？你认为你放了什么？或者谈恋爱，或者你认为你放开了那个人，你真的放开人家了？人家啥时候让你拥有过？是吧？你放个啥？你说是放下情感，情感是啥？所以我是举个例子。是。啊，说我放下那件事，你放下了啥？其实我们也没有指过啥。你说现在我修止力定力，你定住啥了？你是无我的，你定住啥了？你修止，你止住个啥了？既然一切如梦幻泡影，你指啥了？你又定啥了？你又旁观啥了？你又觉照啥？是吧？你又想成个啥？既然佛也是梦幻泡影，佛是个佛像，你又想成为个啥？头上放光吗？电灯就放光，是吧？你想变成电灯泡吗？是吧？你到底在想干什么？你就是想多了，老实说。但是你要是想从这个梦中醒来，你不走完全程你是不可能的，你就得先有个啥止，你就是止了，你就是停了，你就是定了，你就是觉照了，你就是旁观了，然后你就是用了法门了，什么念佛念咒持咒，你就是修功德了，你就是修布施持戒忍辱禅定精进了，你就是看了经典了，你在学，你就是修了十年二十年，其实这些东西只是在梦境里边的认知。然后突然有一天没有了，这些东西就像繁星落尽啊，就像天上的星星突然掉完了，一片清净啊，大地一片清净啊，你就圆满了。本来没啥事，自己搞出来的哦，因为本来没事嘛，自己搞出来，一会儿要入红尘，一会儿要出世，就在脑子里搞啊。因为你有个红尘相，所以要出去，你有个出世相，所以要回来，不是自己搞吗？你有个大山的相，所以要进山里边，你有个山外的相，所以从山里边又出来，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我说一切都是你的，因为这个世界的山啊、水啊、河川啊，所有的世界都是因为你的业力导致的认知啊，不同处是有不同的认知啊。你也知道没有入山出山这一点，出世入世是吧，轮回涅槃，就是但是我们不修，你根本这些法相你放不下，不能进，不生法相嘛，已经可以了。我觉得是个人，我们跟气就已经够好了。我们做了人，是吧？听闻到了佛法，而且听闻到了《法华经》啊这些第一地的经典，是吧？啊，听闻到佛法，而且在这个世界上现在还可以修行，没有人说你修行我打死你，觉得你在邪魔外道，哎，没有，你真的，我们已经福报很大了。怎么会觉得根气太差呢？你总不能想一天就成佛吧？这也太，这太打根气了，我都没见过，吓唬吓唬我，修了一天成佛了，听懂就行了，听懂做不做是另一码事啊。
听懂是吧？听懂成佛是什么，就知道了。嗯。修正是什么？然后听听听多听，然后就看懂经典了，看懂佛法里边那些书，各种各门派怎么说来说去，就是这样。都是修行在不同阶段上的说法。